大家好，今天的故事叫做《生日快乐》。生日快乐，生日，生日，快乐，快乐。今天是小兔莎莎的生日，她很高兴。高兴，高兴。今天是小兔莎莎的生日，她很高兴。兔妈妈给她办了一个生日派对。办，办，派对，派对。兔妈妈给她办了一个生日派对。小伙伴们都来给小兔莎莎庆祝生日。庆祝，庆祝。小伙伴们都来给小兔莎莎庆祝生日。小猫莉莉送给他一本童话书。送，送。童话书，童话书。小猫莉莉送给他一本童话书。小狗宁宁送给他一盒水彩笔。水彩笔，水彩笔。小狗宁宁送给他一盒水彩笔。小猪悠悠送给他一个洋娃娃。洋娃娃，洋娃娃。小猪悠悠送给他一个洋娃娃。小兔莎莎和大家一起分享生日蛋糕。分享，分享。小兔莎莎和大家一起分享生日蛋糕。派对结束了，妈妈开始打扫卫生。结束，结束。打扫卫生，打扫卫生。派对结束了，妈妈开始打扫卫生。小兔莎莎跑过来，帮妈妈一起打扫。小兔莎莎跑过来，帮妈妈一起打扫。妈妈夸奖小兔莎莎真懂事，能帮妈妈做家务了。夸奖，夸奖。
懂事，懂事。做家务，做家务。妈妈夸奖小兔莎莎真懂事，能帮妈妈做家务了。小兔莎莎自豪地说，我又长大了一岁，能帮妈妈做好多事。自豪，自豪。小兔莎莎自豪地说，我又长大了一岁，能帮妈妈做好多事。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如果你喜欢这个故事，欢迎分享，并邀请朋友们一起来听。兴趣是最好的老师，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故事等着你们哦。让我们一起进入故事的世界吧，晚安，祝你们做个好梦。